家24小时都可以办理旅行证件。年满18岁嘅澳门居民身份证持有人，无论系首次申请定系旅行证件有效期少于9个月或已逾期，都可以自助办理旅行证件啦。首先选择需要办理嘅旅行证件，可以用身份证或者电子身份读取资料，采集指纹，拍摄相片。新证件的相片可以选择一互通证件照或者现场拍摄。如选择一互通的相片，设定我的照片证件照的分享码，扫描二维码，输入分享码。亦需要拍摄现场相片作保存，核对资料，签名，选择领证地点，缴费。可以拍摄领证二维码或列印收据。办理旅行证件的手续就完成了。换证领证新体验，自助服务更方便。